要 man 创造提供分享都会吃牢饭。不要 man 到2018年反假新闻法案正式通过，随便乱 share 个假消息就能被关10年或罚款50万。各位社交媒体用户注意啦，一个 click 就能让你关10年。吉隆坡二日讯，备受争议的2018年反假新闻法案在政府修改刑罚，即从建议的10年减至6年下，在声浪声中三读通过，这意味有关法案将会提呈至上议院寻求通过，一旦通过，政府即可向国家元首提呈及颁布宪报。在二读时，议长丹斯利班迪卡于下午5时许在公正党加普区国会议员马尼瓦南援引议会常规下，以记名投票方式针对上述法案进行表决，结果显示123票支持，而64票反对下通过二读。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沙利娜在总结时说，根据日前他向面子书 Instagram 和推特的领导层会见后得知，这些社交媒体唯有在获得停令下，才能够要求上载假新闻或假消息的用户撤除有关贴文。这就是为何我们要立法，以便让被假新闻和假消息攻击的受害者，在申请停令后已要求相关的社交媒体用户撤除有关贴文。因此这项法令并非为了保护政府而立，而是为了全民。阿沙利娜日前发文告说，政府同意修订在上周一提呈的2018年反假新闻法案，将监禁刑罚从10年降低至6年。他指出，首相和副首相已同意修改第四条文，根据提呈的法案第四条文阐明，任何人在知情下制造、提供、刊登、印刷、派发、出版或传播假新闻，或任何含有假新闻内容即属犯罪，罪成者最高可被罚款不超过50万令吉，或监禁不超过10年，或两者兼施。他说，政府此次同意修改，将知情 knowingly 修正为蓄意 maliciously， 同时将10年监禁刑期降低至6年。